比赛呢、okay ？那我们欢迎我们的发牌员狼王，请进场。警长局啊，对对对，警长局、哦，加油！你也拿太紧了吧？很狼，很狼，很狼，应该是狼牌啊，应该是狼牌，狼牌、啊，再跳一次预言家吗？不要。切个烙牌，切个烙牌，天黑请闭眼。投票，那我不想因为我投错票导致你们认为我是狼，所以呢，我现在就先把我那票先不要，因为我是好人，我不想要被杀掉。然后我不等预言家出来，我就先退选了。我只是先表明我这个立场，我是一个好人。过。好，换我发言，我是预言家。我昨天晚上查杀八号，我查杀八号。好，八号是好人，我退水，我只是炸他的身份。过。玩什么五号？玩什么套路？我是真的预言家，我昨天验的十一号是我的精髓。为什么我先验十一号呢？因为我觉得，预言家上警的话，就是从左右开始验。因为如果我验他是好人的话，因为我可以决定那个左右嘛，那我往这边的话，他就可以是一个最后发言的人，他可以帮我看出更多东西，那他的资讯也是对的。那如果是大家十一号，十一号等一下一定会退水，他一定退水，那我一定是真预言家。那我等一下留警徽流的话，三号井上三五十十一，所以三跟五两个里面，我应该三号应该是好人吧，我应该会验先验五号吧，然后再往井下的话，井下验一个
五发一个八，那我验井下验八号好了，看是不是双挡在互咬这样子。先五后八，过。我是一个预言家。三号金水，我觉得好像没有验过凯乐姐，所以我觉得验一下吧。然后他是个金水，所以我觉得就要竞选警长。那十号玩家跟我悍跳嘛，其实我觉得五号这张牌，虽然你是跟我悍跳，所以我觉得你不太好。但是五号玩家前面炸了一个八号的身份，然后他又说你对八也没有什么评价，我觉得五号牌不知道。然后我觉得三号是一个金水的情况下，我想想，你的狼队友是谁啊？你五跟八都要验是吗？那我警徽流验这个八吧。因为五号丢这个查杀给八号，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无端端丢给这个八号变成一个焦点牌，所以我验八号玩家吧。请大家继续投票。好久没有牌了。谁投十？没有，我没有投十。六号投十啊？六号投十。谁投我啊？七八。请问警长，你要从哪里发言？十二号，请发言。因为我刚刚是没有投票的，因为我完全不知道他们哪一个是真预言，因为十一说他查了。十说查了十一是金水嘛？十一说查了三是金水，就是都是发金水。我实在分不出他们谁是，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应该有一狼啦。我真的分不出来，完全一个没有视角，一个是闭眼玩家哈，整个。然后刚刚上井的三号，他跟他平常上井，他跟他平常上井的感觉都是一样的，就是他是好人。上井都是这样子的感觉，所以三号我比较没有太大的问题。五号刚刚假跳了一下，炸了一下八，然后我看到八的反应也是一派轻松。但是五号这样假跳，其实他风险有点大，他有可能会被怀疑。但是他会这样玩吗？这是我一直在想的。他会，因为他就是一个信用破产的人，如果他就这样假跳耍花招的话，他很有可能会被怀疑，把自己做成一个焦点。可是我会觉得他会这样吗？然后就是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我希望后面的人，对，因为下一个一号他应该会讲的蛮好的，我应该会着重听一跟十的龟的感觉。哎，过。你怕这个昂棍活搞？这不对啊！我们才第二个，我才第二个发言而已。你就丢给我说，我应该会发得很好，不太可能，因为我第一次看到选警长都给金水，就是每一个预言家都给了金水。十号你给了十一号金水，但十一号又跳了他是预言家，他又给了三号金水。这是什么？不是一般都会炸出？怎么没有呢？好奇怪啊，好奇怪！我不知道哎，我怎么可以局？怎么会两个预言家都没有去查到狼呢？有没有可能这两个都不是预言家啊？或者是有一个预言家真的查了一个，但好人挡刀，然后狼都没有撬警长啊？虽然网络上面有人讨论说，狼一定要选警长嘛。但也有人说可以不选，过，我先过，太难了。我是觉得狼应该都不会不选警长吧，但是十号跟十一号这两个我真的看不出来，所以我刚刚没有办法投票。然后我主要是想听听看，就是有投票的六号、七号、八号，你们是怎么投？因为六号投给了十号嘛，就是我想听看你怎么会觉得他就是真预言。然后七号八号是投给十一，这三张我会想要特别的看一下。然后刚刚十二，我觉得他的发言
讲话好像有点紧张，而且你还没有听到一号发言，你怎么会觉得说他就归得很好？因为他也可能是狼啊，是，就是你会让我觉得，哎，你是不是有事讲？你怎么知道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对，没有，我打个问号。然后五号这边我也打一个问号，因为五号刚刚一站起来选警长，然后马上好像也没说什么重点就退水，就那我不知道你出来选的原因是什么。对，所以我在这边，我觉得五号跟六七八，这是我想观察的。我是好人过。三号发言实在太难了，十号、十一号两个高碗，然后都验金水。哎，十一号，谢谢你发我金水，我是真金水没错。嗯，但是我也不敢肯定你是真预言家，哎，不然你怎么会验我啊？很少人第一碗就验我，好像从来没有过。好像你是第一个人，谢谢。好，那就哎。如果一号、二号那么会玩都看不出来，我也不方便多说什么啦。然后十二号保了我，跟八号看不出来耶，但八号是蛮稳定的。但你刚刚很果决的投票给十一号，因为我觉得好人应该会比较保守，不知道票应该要投给谁，因为毕竟两个人都那么会玩，然后两个人都跳得还蛮稳的，所以想要听听看有起跳不有投票的人，你们是用什么理由去投的？好，我是一个好人过。好的，因为我的底牌是一张好人牌。那刚刚在选十跟十一的时候，其实这两个人都太像好人了，不管是不是真的预言家都太好，都太做好，所以我根本投不出来。所以在刚刚投票的时候，我觉得投了十号的六跟投了十一号的七八，我觉得这三个可能是比较有视角才投得出来，因为不然其实不投票的这次是偏多，哎，这次没有投票有五个人，以上景来讲没有投票五个人其实是偏多的，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六七八待会的发言蛮重要的。我好，我先怕我发言，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我刚刚会这样玩，因为我刚刚根本没有想要出来选预言家的意思，所以我也没有认真聊太多。但是我觉得我如果能上警，我一定想要帮大家做一点事情，所以我先去炸了八号，但八号的给我反馈是好人，所以我这样炸，我是想说多确定一个人的身份。那八号大的反应刚好看到吗？他就这样。我觉得是偏好，所以我就立马退水，因为我做到我要的目的。然后十跟十一这两张牌，我觉得蛮奇妙的，就是因为十跳预言家嘛，那十保十一金水，十一去发三号金水，但十一号如果你是真的预言家，你归票位，你竟然让十去做归票，就是这是一个很冲突的点，因为十一跟十是在竞选警长，然后十二号这张牌也很怪，因为他说他想听一跟十的归票，那十一呢？十一才是警长，这个警长你不认吗？还是怎么样？然后我想一下一号，我觉得一号这一场换一个玩法，我不能说你怪，我说你换一个玩法，因为你难得没有讲出一个东西，就是你说啊很懵懂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十、十二、一，我会小观察。然后我真的是好人，如果我是狼，我没必要做这么大动作，让我成为焦点牌。我真的是好人，过。好，刚我投票给十，是因为我刚刚一个是十号发言，然后我觉得十号发言的时候状态是像预言家，然后想他发给十一个金水，然后十一可能是很想要拿警徽，所以就跳一个预言家。我那时候是这样想。结果他没有退水，所以我就会觉得有点奇怪，就我想听十十一讲一下话。然后刚我觉得五号奇怪的是他起来炸一个身份，然后因为我也有马上看到八号的反应，确实是非常自然这样拍手，所以我在想会不会五号看到八这个太自然，所以就不敢跳了。我在想，我不知道，因为五号是很爱跳的一个玩家。然后刚十二号发言的时候一直台湾国语，我觉得太紧张了吧，怎么会是台湾国语？我觉得十二有点怪，然后十二说就交给一来发言，就会觉得他们是不是共编的十二跟一。然后因为一刚确实也没有讲什么，只有说很难，所以我觉得一这个是有点奇怪。然后二三四有点忘记他们讲什么，好像没有太有重点的，所以我会想要听十十一讲一下话，因为我是觉得十比较像预言家，可是为什么十一号要跳？不懂，过。你很狼哎。你直接投了十号，我觉得这一局陈林九拿狼几率太高了，因为我是上票给十一的，十一在我这边我会觉得比较好，但是我一开始我会觉得小赖是狼，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爆一个查杀，然后他只是人家只是这样，然后他马上说哦好，我知道你是好人，就是你视角也太快了。
你完全没有去做任何的思考，然后直接说哦，他一定是好人，你怎么知道他一定是好人？然后对我也觉得这个预言家去验了凯勒，但是因为凯勒最近他拿狼的机会蛮高的，然后他也是蛮会演狼的，所以我觉得他，因为我觉得现在有点乱，因为我姓十一号是金水的话，我已经间接一定是姓三了吧？但是三号在我这边，因为十一，我现在目前为止我会比较姓十一。然后刚刚十二号的讲话太尴尬了，然后你直接咬了一。五六，在我这边都踩了一，因为这一局确实是一个很奇怪的局，但是你们两个直接踩了一，说他跟玩法不一样，他是昨天这一局状态很松。五六，我觉得五六一定出一只，然后我觉得我先排一个狼坑，我觉得六跟十，我十号在我这边做不成预言家，我这边我会先信十一号预言家，然后八号在我这边目前的状态偏好，因为他刚刚整个的反应是好的，过。其实我有点不知道十跟十一是一个什么样的套路，因为十号如果他是悍跳狼的话，他应该没必要去发一个后置位只剩最后一个人的一个金水，因为前面都没有跳预言家嘛。然后如果你是狼，你怎么会去发十一号一个金水？应该是发十一号查杀，以零九这么会玩的玩法。然后十一号你又跳预言家，所以等于是这就是反水的意思啊，就是。十号说他预言家验你是金水，结果你又说你才是预言家，就是你是反十号的话耶。所以这是我井下投票会投给十一号的原因，是因为不管怎么样，十一号你这边就是作死的好人。所以我觉得这个逻辑是蛮简单，就是蛮基本的，跟之前有一场那个凯勒是真预言家的那场一样，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但反正刚刚就是没有投票的，我才会觉得有点怪啦。然后你刚刚四号有才说。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确定的呢？就直接投票，那是因为其实十一号的身份，如果你姓十号是预言家，那十一号就是金水啊。那你如果姓十一号是预言家，那十一号还是好人啊，对不对？所以最基本的应该就是要上票给十一号吧。那如果你好人井下不投票，那井会很有可能会流失，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让预言家多留一个资讯。所以我觉得四号你去踩我们有投票的人，我觉得有点怪。然后我等一下想要再听听看十号，因为我觉得十号如果是悍跳狼，他怎么会去发一个十一号后置位最后一个人的金水？所以我现在听下来，我觉得，十二跟一四还有六七是我觉得比较怪的。七是因为你刚刚信十一号是预言家，可是你却去质疑三。然后六是因为他井下居然投了十，我有点不太懂。那五号我觉得应该是偏好啦，因为他刚。跟我踩的狼坑是差不多的，就是你有踩到十一跟一，我觉得主任这一局状态他有点就是没有讲出什么，我是打个问号，我只是小小的怀疑而已。平常都是他踩我，现在我是好人，我就是要用力的踩他。我刚刚也没有投票，因为我觉得十号跟十一号两个人都跳预言家，然后都说，可是十一号在看到十号跳的时候，就他说他是预言家的时候，他也没有去回踩十号，说觉得他你是假预言或是什么的，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局有点怪怪，所以我就没有投这样。但我现在都没有相信他们两个谁是真的预言家这样子，只是我觉得这号这局二号感觉有点跟之前跟他一起玩的感觉不太一样，这是我刚刚在看大家发言的时候观察到的。然后大家一直在踩一号说什么他这局没有给什么特别的意见，然后没有跟以前有什么可能逻辑强还什么之类的，那是因为他的位置确实他才第二个发言，他没有任何的资讯，所以他也不想要，他想要先听大家讲嘛，所以我觉得大家一直去踩一对我们不是一个好的事情啊，因为就是如果大家都在踩一，然后把一号真的票掉的话，那对我们好人也是一个就是劣势，所以我觉得前置位置大家可以不要这么严苛去踩他这个部分这样。我觉得刚刚从反应来，从讲话来讲，七号八号应该是好人的机会比较多啊，因为确实像八号讲的，这一局不投票的人反而比较像狼，因为他不知道
因为狼同伴都没有在里面，然后没有理由去冲票。如果说我是一只狼的话，投我票的只有六号嘛？我觉得不可能吧？我觉得井下至少要两匹狼，我至少会有两票吧？不可能。如果我是一只狼的话，我一定会叫队友冲票给我，我一定会告诉他说我要上预言家。那怎么可能呢？不可能嘛？那十一号好了，十一号。十一号应该是真预言了，因为已经没有人跳了嘛。那警徽在他手上，那就新三号是金水楼。那十一跟三，除非也没有了，前面也没有预言家跳啦。因为自从上次的那个梁以诚事件，我就不知道那个预言家会不会往下面这样子的打法，也是有这个可能性，但不太肯定。但是从刚刚的发言来看的话，如果我跟十一号都做成是好人的话，那现在的金水我的位置就是十号、十一号跟三号嘛，然后七八又只有聊这个东西像好人，九号去保了一个一号，咬了一个二号，二号有踩十二号，六号也踩了十二，一号好多人踩哦。可是确实九号讲的也没有错，虽然他保了一号，但是一号的位置就是第二个啊，他能说什么呢？也大概先这样过。不行啦，还是要把衣服脱了啦。啊？脱衣服？可以脱衣服？这次没有啦。可以脱裤子。照理来说，我是冤家，我要归你。所以我今天没办法归你啊。因为好，我是个平民。首先我的视角是这样子，前面没有人跳，他是他一个人在机上。他就跳给我发金水，那我知道他铁定是个预言家了嘛，对吗？所以我就穿一个衣服嘛，毕竟我们都是 CP， 对不对？那我先说这个玫瑰花。我没有啦。干嘛？我觉得二号说的很对啊，你默认一号是个好人牌，你要听一跟十，你不尊敬我吗？我是警长哎，你收回去了吗？走，下一个不要推你开了啦。你来了，你两个去死。我是觉得因为三号偏好，就在我视角，他是一个正预言家发给我，不是跳一下吗？就捣乱你们狼人。但是因为照理来说，如果我是一个预言家的话，他跟我 hand 跳，我要铁定他出局，对不对？但我不能归他，所以这轮呢，我的狼客目前我听说话是目前呢四六十二，我觉得是狼客呢。那七八我也认为偏好，因为你在这个位置，你认一号，怎么可能你觉得他是个好人？你还没有听他发言，还是你知道听听他的意见呢？是这样子吗？那我这一轮可能要归谁？我想说归票，我可能会归四吧，因为四号玩家他有一个发言，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漏洞，就是说，我觉得两个人发言都非常好，但是我不知道要投给谁。那你觉得我们两个发言都好，那你随便投一个就好了，是不是这个逻辑？那你谁都不投，所以我觉得四号玩家很奇怪。然后为什么我说六号玩家很怪的原因，是因为他说一跟十二他们好像是队友。我认为一跟十二只有出现一批狼人，因为他们好像是不太认识的狼人牌，而不太晚上不太见面的牌。因为十二跟一说，哎，看你怎么样，我不知道。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不是。所以我觉得六的视角怪，因为他们想要把这两个绑在一起。然后以及六号投给十号。照理来说，这十发给我听水，我反水，他十是不是铁狼？那你为什么会投给十呢？那你的视角是不是开天眼的一个视角？所以我觉得六号不好，对吧？因为照理来说，你们是要投给我的。那二号玩家有盘到十二这一点，所以我觉得二号玩家偏好。那七号玩家七跟六是对立的吧？因为七把六踩死了嘛，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们可能可以从六七去验一个。那八号玩家的视角其实也跟我比较相同。也说十二号怪，然后说四号很奇怪，然后五号玩家的视角是感觉偏好，因为他也是说十二号怪。那九号牌我打个问号，因为在我的视角，我觉得二号牌像一个好人牌，因为他前面就直接打了十二，然后你说二号牌很奇怪，我觉得二号牌的发言这轮还 OK 啊，所以我好人牌就是二五七八十。那主任这轮可能是真的有身份吧，因为这轮主任没有。好像没有给太多资讯啊。那我觉得如果我要归的话，我会从四十二这边去归。那我要不要归死？我说四十二 PK 好不好？就不会背锅了，对吧？就背到两个好人吧，好不好？四十二 PK， 你们。
就随便投。我不是艺人家，我是平民。请大家继续投票。三、二、一，继续投票。谁投十二？十二吗？一四五七，一四五七十二投。还有谁投四？谁投我？还有谁投四哈？五六八投四，十二八六。我就知道我今天这一局一定会被投死，因为我刚刚的意思就是我想听一号跟十号龟，为什么我没有？我为什么没有相信他？因为我第一天警长根本没有选他，我也说我不知道十跟十一是警长，为什么我要相信他？这逻辑很对吧？然后我想听。一号跟十号，因为他们比较会观察，比较可以给大家更多的资讯，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想听一号跟十号，可是我讲了龟，我讲了龟，但是竟然龟害我，只被大家误会，为什么我要给马上给一号龟？为什么？因为他就坐第二个位置，为什么要给他龟？为什么？就是因为我讲错字了，我想听一号跟十号讲，因为他们可能会观察到比较多的东西，我没有说我要给他们听，马上听一号龟，然后马上过给他这样子，然后刚谁投我？一二五七，还有十，还有十，还有十啊，超过一半。一二七，启动角色技能，又是猎人，又是猎人，我不知道，我把带，把你也白痴啊！要不要带啦？要带哦，要带哈。好，我刚刚一，刚刚一二五七十嘛，二。二只被一个九踩而已，五被谁踩？七吗？我也有投你。你啊，你有投我是不是？你是蛮诚实的哈，你。你不要跟我装乖，你不要跟我装乖。我是怕你这样公平是不是？讲一下，我有投你。啊，他会不会跟我装乖啊？哎呀，好难哦，我可能会想要从。十号退水哦，对，十号是真命，你是白痴啊！十号，七、四、二、一，好了，我就带装乖的四好了。白痴啊！我要被骂了吗？我要被骂了吗？有没有一耶？快笑死！太淡了。在猎人在杀人的时候，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就是十二号在那边怀疑说要带人吗？要带人吗？就是他很犹豫、很纠结。可是
我旁边的这个女生，这位八号玩家，她就这样，就是叫她要带人的意思，所以我觉得她怪怪的。然后，因为通常如果你是好人，你应该会站在好人的阵营去想说，如果真的不确定谁是狼的话，那就不要带人，对好人会是比较好的。但是他刚刚却是非常的想要，感觉就是带一个随便带一个人走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行为在我看来就是蛮坏的这样子。然后，投四号的有刚好也有八号、十一跟六号。然后四号的反应让我觉得他是一个好人，所以我觉得八十一六也可能也出一狼，这是我的想法。对，那我刚刚投十二的是一二四五七十，一二四五七十，我觉得二号可能是一个，就是也是一个狼，但是他先听大家，然后投先票十二吧。我觉得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二号蛮会玩狼的，然后他很常会站在好人的身份那边去帮好人分析或什么，所以我觉得，因为他刚刚的神情我观察也是觉得有点怪，所以我才会怀疑他这样子。对，然后我是好人，所以我现在怀疑的就是八号、六号跟二号这样过。我为什么会十二号为什么我会说他要带人？因为我们预言家已经出来了，然后猎人又被投死了，所以像我们好人的轮次是严重落后的，对吧？所以十二号刚刚的票型是一二四五七十都投给十二，所以代表这些人里面会有狼去想要冲票把好人冲出去，所以猎人你起来你一定要开枪，是因为我觉得你可以从有票你的人里面去带走一个人，所以我觉得我的逻辑没有错啊。我觉得就是你不带人你反而是很吃亏，因为你猎人压枪你死了，晚上他们再去刀预言家死两神了。那我觉得他带四号我觉得可以，是因为四号刚刚也在我的狼坑啊，因为四号整个发言跟那个他的那个投票，我会觉得四号有点像狼。那现在你九号，你刚刚井上投票的时候你弃票，然后刚刚投人你也弃票，然后你现在去踩我们，我就觉得那你的身份你也不作死啊，对不对？因为你是都在弃票，而且全程都没有人聊到你，然后你踩那么多人，你踩了二保了一，然后现在又踩了六八，那你自己都没有投票，你怎么都没有讲一下你自己的想法呢？就是一直在踩人，所以我不知道你是一个没有视角人，还是你就是狼一直在扛推人。那现在我会继续听我的坑一样吧，因为现在预言家走了，他没有警徽，我们不知道他刚刚验谁。那我已经我真的非常确定我是好人。那你十一号就是井水，那代表三号，你刚刚保了三号不太确定，所以我可能会再听一次他的发言。九号在我的第一轮我是排在狼坑里面的，然后我刚刚第一轮的狼坑是十号、九号、六号跟四号，但四号他的出去的感觉让我觉得他是神，因为我觉得十二号一定就是猎人啊，他如果是狼王的话，他没有必要演这个说要不要带，他如果狼王的话，我就随便杀一个预言家，晚上就带一个就好，他不用在那边演这一出。他如果真的演这一出，那这边是演的蛮好，所以他在我这边猎人是坐实的。然后他随便杀一个四号，然后四号的反应让我觉得很像神哎，所以后面如果他是神的话，现在预言家十号是预言家的话，猎人也死了，那应该就是女巫或骑士，我觉得剩下的神你们就藏好吧。这一局我会先出九，因为他是在我狼坑里面的。然后六我觉得可能是另外一批，因为但是他没有投十二，他可能知道十二号是猎人，所以他改投四，所以六号在我们这边的视角有点多了。前面太多人踩一号，所以一号这边绝对是好的。一号身份是最被踩的，所以一号绝对是好人，不用再去怀疑他了。然后会不会九号跟二号都是啊？因为九号从第一局，我有觉得他们有可能狼在互咬，然后现在这样子踩人，我觉得前面先出九吧。我觉得九号一定是一只狼啊，过。好，我的狼坑是四九四九五七，因为
七很怪，他刚刚说他姓十一，然后怀疑三。如果他姓十一，他就不会怀疑三，因为十一如果是预言家，他发给三金水，为什么还要聊三？然后我刚刚说了，我投给十，因为他发言就像预言家。十一感觉就是想要拿警徽的，我没有说他在狼人，但他是好人，只是想要当个警长。所以四九五七九是因为我姓八是好人，是因为刚刚五号炸八那个反应，第一时间反应太像好人，所以我觉得五会不会是看到他的反应，觉得哦没办法再继续跳的时候，我才会把五排进去，不然狼身还会有谁？哦，刚七号，因为我觉得七号是狼，七号想要投九，那九可能是狼王吧，我猜，因为十二号猎人嘛，十二号坐实猎人吧，因为他如果是狼王的话，就带预言家走啦，所以我觉得九号有可能是那个狼王，然后七想要。归九，刚才可以带一个好人，我是这样想的。然后后面比较奇怪的是五一二不确定，可能要听再听一下发言。过，好，换我发言。我觉得六号很怪，我刚刚已经解释说为什么要起身跳预言家的逻辑给你听。如果我今天是一只狼，我不可能把自己打成就是要跳成这样子，因为我如果跳这样，我这样是狼，我一定会被票出去，我没必要做这么高风险的动作。然后我已经表选了一次，你还把我放进你的狼坑，我觉得六号这张牌很怪。然后我觉得狼坑，我先因为我还没有听一号发言，就我第一天的发言的话，一号先放在我的狼坑，然后第二天发言呢，六跟九都有稍微进我的狼坑。然后因为九，我觉得九怪的点是因为他第一天，因为一号他虽然没有什么讲什么，但你直接敢保他是好人，我觉得这一点有一点奇怪。因为你说为什么要怀疑一号，那万一他是好人对我们很有帮助，那你怎么能确定他是好人呢？因为第一天他的发言的确没有这么多，所以我觉得九号你敢那么快保一号，我觉得有一点怪。然后加上你死踩二号，如果你死踩二号，你就会去票他，但你场场都弃票，那你又一直死踩二号，我会觉得为什么？就是你咬了什么二号？因为二号第一天他没有踩你啊，他是踩我，二号是踩我，所以你死踩二号，你却不投他，你一直弃票，我这个行为我觉得有点奇怪。然后八号，你刚刚一直叫十二号杀人，我是有看到，就是你一直叫猎人一定要逮人，我是有看到，所以八号先放在后面一点点。但六九一我是比较怀疑的，那一号还没发言，所以一号我先放在后面一点。这一局就六九二选一吧，我觉得过。十一号就是预言家发的金水嘛，然后九号确实是跟以前玩法不一样，因为你第一局就踩二号。八号我觉得你的发言都偏好，然后你说猎人叫猎人要带人走的那个发言，我也觉得好像蛮合理的。然后七号虽然你怀疑我，就是你那时候信十一号是预言家，但你却不信我这个金水，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你可能是好人，你才会有这么多的疑惑，不然你应该就会直接说你不信十一，然后想要把我就是杀掉嘛。我的好人比较是一七八五，因为一号他其实你们说他都没说什么就过，因为这个原因定他为狼，但是其实他蛮多场好人也是这样子的，所以他在我这边不能因为那个理由就变做成狼。然后五号你很认真在分析，然后六号确实奇怪，因为你没有踩我，但你也都没有聊到我，而且你讲完以后还特别看了我一眼，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严重怀疑你想要把那个水泼给我。然后二号，因为二号是被九号一直踩的，那我比较觉得九号可能是狼嘛，所以二号在我这边也是偏好，然后是一个好人过。好了，我觉得九号对我的攻击性非常强。从第一轮，他说他觉得我跟以前玩的感觉不太一样，所以他就先踩我是狼。第二轮发言，他又踩了我一次，但是他这次就没有说原因。反正他就是因为他不是因为我发言了，他就说他觉得我跟之前表情还是什么不一样，所以他踩了我两轮。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是铁狼，因为我觉得你的攻击性从第一轮开始你就非常的强。
然后我觉得八号、九号是不共编的，因为他们两个，我觉得不像共编的牌，应该不是同一个队。然后五八我觉得是共编，因为五号跟八号的逻辑跟我都蛮像的。五八应该都是好人，然后我觉得三号也是好人，所以我这边的狼坑一号我不知道，我等一下听发言。一号虽然前面有一些人都踩他，可是十二号跟三号都有保一号，所以我会想听听看一号怎么说。然后我觉得七号发言偏好，因为他有感觉有是思考有疑问的感觉，就是我觉得他是有在替好人在想去做事，对。然后十一号我觉得就是好人替预言家挡刀。那八号我一直觉得他是偏好，从第一轮发言就是，只是他一开始踩了很多人，他踩了十二一号四六七，然后现在说要踩九，但是我觉得八号发言像好的，就是还蛮义正言辞的感觉，而且他也跟我一起踩了九，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好人，然后我真的是好人，所以九号你真的得进我狼坑了。既然十一号有指挥，为什么他可以活这么久？我觉得我跟八号都是好人。那三号的发言我也觉得偏好。那我现在狼坑只剩下五号跟七号了，应该还是有，应该不会只剩一狼吧？我为什么一直重踩二号？是因为我觉得我相信我的直觉。前面对九的敌意那么大，但现在为什么着重听五七的发言？就是如果九号玩家把你打得那么死，二号玩家是应该把九号定铁狼的，所以我觉得二号玩家的视角就是在这一轮真的是聊得不太好。我不然这样子，我们自由投票，我自己投二，你们要投谁投谁，你们不要投我就好。还有谁在质疑我？我是井水 ，Hello 五号玩家，你的 bad boy， 好吗？我自由投票，我投二，过。那你的名字是什么？要叫你名字吗？要工作加油啊，或者是叫你起床，你就来的。宝贝起床。我跳呀！我跳。